侍女居副位，二女儿，然后男方不出去，住在西北角，西北角房间，结果侍女一个是未婚，姐未嫁，首先第一个，阳刚胜于男人，女人主事；第二个，未婚，先得子；第三个，久居六位，叉三，等于是进三，懂不懂我意思？前进的三位，九变成六吧，进三位，所以婚提前三年，所以他住西北角还是会结婚，但是在结婚之前呢，先有子，后婚的夫呢是已婚夫，